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食物链。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醋烧汉堡排。最后等汉堡排烤好，淋上酱汁就完成咯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下方帮我点个赞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呢，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我们每个礼拜四晚上9点都会有新的影片哦。我们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都有账号哦，可以用 Food Train 或是食物链来找到我们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。